案发生的时间是在10月20日15:33，地点是在本市西屯区市政路与龙门路口。一车男子驾驶之脚客车沿市政路第三车道往环中路方向行驶，不慎到达事故地点时，不慎碰撞前方二车自脚客车，导致二车自脚客车往内侧车道来滑行，再碰撞到三车跟四车，一车从第三车道继续滑行，再碰到第五车，五车也一样滑行往内侧车道碰撞六车跟七车，本案造成驾驶人三人受伤，乘客一名受伤，均为轻伤，送医治疗后均无大碍。本案驾驶人经警方来做酒测，均无酒精的反应。事故发生后，警方立即派遣同仁到现场进行交通疏导跟管制，并迅速的将交通事故止血，以避免再度发生交通事故跟交通的拥塞，维护用路人的安全。以上。